你说就是那个，你说那个那个时候你是大概是哪一年呢？你说那个？我是哪年？我都不记得当时了。六零年。你说那个时候就不允许往出走？走不出去。哦。都是那张，不是一个的。咱小伙子都不出去。你说那就是没有说，都没有趁着下黑跑出去的吗？你跑哪里？都当年每年人没人管你，你外跑去吗？上哪跑？你也没有钱。就是走不出去。走不出去。那你没有钱的话，你就是他们说有，除了要饭的，要饭也不行吗？要饭也不行，没有说要，没说要装醋。啊？装醋，囤着醋。屯子蜜要不来饭，你说屯子蜜的话，意思说大家条件都是这样，差不多。不是那样，这哪要的都饿那个样子。饿的，本来都没有吃的，还能给谁？你在这边了，你没挨着那个是吧？你在东北没有？在你在东北有没有饿？也有没有那个经历？有没有东北有没有饿不饿？他都不知道关里饿人很。你都不知道关里那么饿成那样？啊？东北这边饿没饿？东北饿没饿？东北东北没啥饿，但是也吃不饱，是不是那时候？他能吃，他再不了吧？他东北有点凉，关里家这好几个月没见过粮食的。你说关里都没有吃的了是吧？连粮都没见过的，就好几个月都没有，就是粮食都没有了。没有，那也没人管，政府也不管。人不管。你那你见过钱？你八九岁的时候你应该有记忆力了，八岁八九岁的时候有记忆力啊。啊，有住有当兵的，那那时候吃饭啥吃得饱？老不想吃，他们吃掉剩下了，大人都说你挣着，你别让外婆给小孩吃了。啊，是。剩下也给这个大米饭，反正也给剩下给吃的。也能吃的，但是你们那时候能吃饱，就小的时候能吃饱。他们吃掉了，你反正你跟你别让外婆呗。但是我说我不，我说要没有驻兵的时候，你小时候也能吃饱，那时候是吧？能吃饱，那个人有地啊。啊，那时候个人有地，没说过。人民公社嘞。还没入社是吗？入社那个时候你能吃饱没有？入社那。不算，你得个能干活都干活了。那时候都能干活是吧？哈。嗯。干活你入社那时候有钱没有？给钱吗？没有，没有钱。没有钱。那就是干活啊，都是干活。你进屋这吧，都给这，都是都入一块去了。入一块就大伙干活就吃饭呗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就是 你不挣分，你吃不了饭呀、啊。然后呢，那个也没有工资，也没有钱，没有，那也不让卖粮食。这哪弄去？啥也没有，白卖了，咱们吃还吃不上了。公社也粮就不归你了，不归你了，是公社的，就归公社了是吧？哈，对。那你说归公社，像你刚才讲，你说那个那时候这么说，就是六零年的时候，你都二十了。是我是不是二十了？二十了，六零年时候你二十了，你说挨饿的时候，他国家不赈济吗？没人管。国家都不赈济，没有说政府没有拿出来拿出，没人管政府。